山中有一群人，一出生就被聚光灯包围，他们就是的星二代。都说星二代因为父母的优良基因极容易颜值逆天，曾经长残的星二代如今也都变漂亮了。甜心在爸爸回来了刚播出的时候，李小璐和贾乃亮的女儿小甜心就被吐槽长得丑。有网友说，爸妈颜值这么高，怎么女儿却皮肤黝黑，长相也普通，但是现在的甜心却长开了，变白了很多，就是小仙女啊。沈佳润，沈佳润和爸爸小沈阳参加综艺人生第一次的时候，就被网友说绝对是亲生女儿，因为实在是太像小沈阳了。甚至有网友说长得还没小沈阳好看，如今的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好看太多了。法图买李李勇和哈文的女儿法图买李小时候有点小包养，一直被观众嘲笑长得丑，但现在的她可以说是女大十八变了，小包牙没有了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美女。当当黄奕和黄奕清虽然不和，但两人经常在微博上晒出女儿当当的照片。有网友说当当长得太像爸爸黄奕清，实在是不好看，如今已经五岁的当当和妈妈走上了 T 台，好看太多了。林嘉玲有名的冻龄女神张婷这么好看，生的女儿却被网友吐槽长得丑，长得很像老公林瑞啊，并没让人觉得惊艳，完全看不到父母的好基因。渐渐长大的林嘉玲开始有了双眼皮，也越来越可爱了。包可爱、包贝尔和包文婧的女儿包可爱，在妈妈是超人中饺子的高情商圈粉无数，但依然有网友说小姑娘长得不好看。现在三岁的饺子长开了，扮鬼脸萌翻了。曹华珍爸爸去哪儿二里的姐姐 Grace 是曹格的女儿，当时才三岁多，因为肉嘟嘟的脸蛋加上可爱的性格，成为了丑萌界的代表。不过现在的她已经成为了长腿小女神了吗？除了星二代，还有他们也是经被批长得丑，如今也长开了，逆袭成功。王莎莎曾经被说是最丑童星的王莎莎，从小兵张嘎到武林外传，一直被说长得土气难看，如今王莎莎已从上戏硕士毕业，好看到认不出了。易烊千玺，易烊千玺作为舞蹈担当是最晚加入 TFBOYS 组合的，起初粉丝都不能接受，觉得他太难看了，和另外两位成员完全不在一个颜值层次上，但现在的他长成了高级脸，变成大佬的千玺简直不要太帅。看了这么多，你认为上面的几位谁的变化最大呢？